我们准备好了。我用持续攀爬的耐心迎接未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山要爬，每个当下都是一道场的未来。过去的一年我们等待了很久，新的一年我们想对大家说，该见面了。我用打破自我的勇气迎接未来。未来或许不等于梦想实现，但未来不会辜负每个勇敢付出的现在。我用步履不停的专注迎接未来。只要大步的向前走，不管目的地有多远，一步一步踏实的走，未来自然就会在脚下。我用少年无畏的热情迎接未来。我愿意永远抱着初学者的心态，用满格的热情从头开始，不怕失败，始终热爱。我用持之以恒的努力迎接未来。无论未来如何回应，尽最大的努力就是我唯一的解题方法。不问结果，只管前行。我用认准目标的坚定迎接未来。无数未知构成迷人的未来，哪怕高山险阻，我会朝着目标前进，永远随心，永远坚定。我用解锁未知的坦然迎接未来。每个选择都是答案本身，别怕尝试新鲜事物，把眼下的小事做好，大胆拥抱每次经历。这是我们的答案，你又会怎么解答未来这道题呢？